最近《延禧攻略》从周播改成日播，粉丝们额首称庆，终于能够看到魏璎珞手撕尔晴了，并且大结局也快要来到了。现在魏璎珞的剧情发展到尔晴和傅恒大婚，然后魏璎珞在雪莉上三部以后，许多粉丝们非常心疼，希望她和傅恒能够再发展发展。魏璎珞和傅恒的 CP 被拆了之后，她和皇帝之间的感情应该快要开始了。从一开始的看不对眼，到如今两个人到处撒狗粮，这对也获得不少粉丝。下一部剧正的女主还是吴谨言，而聂远则是出演吕不韦，吴谨言出演赵姬，也就是嬴政的母亲。两个人的故事也是看点满满。在《皓镧传》中，吴谨言的造型比她在《延禧攻略》当中的好看多了。在《延禧攻略》中，她的造型是电话筒，显得她头重脚轻，而且色调非常暗淡，把一个好好的小姑娘打扮成了三四十岁的大妈。而且《皓镧传》中，吴谨言身穿白色的长袍，天蓝色的水袖翩翩起舞，整个人感觉更加甜美。而聂远饰演的吕不韦也非常有戏份，这部剧的男主角则是毛子俊。毛子俊在之前的《白蛇传说》中饰演法海，圈了不少粉丝。现在毛子俊终于有了一部男主戏，毛子俊的古装扮相还是不错的，演技也在线，所以这部戏非常让人期待。不过可能更多粉丝希望徐凯来演男主，毕竟他和吴谨言两个人很配。除了这几个人之外，皓镧传还有一个老戏骨，那就是宁静。跟于正一贯的套路相同，《延禧攻略》中，于正用佘诗曼和秦岚给吴谨言做配角，而在这部戏当中，他用宁静给吴谨言做配角。宁静也演过许多古装戏剧，在《大汉天子》中的卫子夫让许多人记忆犹深。希望在这部剧中，宁静能给观众一个惊喜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